例题六，是求方程式共有多少组正整数解。那这题可以把它看成将使用东西分给三个人，每个人至少得一件，因此每人先分一件，剩下七件。H37 等于 C97 等于 C92 等于9乘以8除以2接2乘以1，因此本题共有36组正整数解。